本土现在不是推班班喝鲜奶吗？可是还是很多班级喝不到鲜奶。安尼啊，问题就是阮领金拢咧干旱济啊。真政府迄落算讲的连品厂拢干旱济啊，本来卵子拢可以干旱冷嘛。嘿，乳量不够啊，即马大家就爱迄落啊，算讲就淘汰牛啊、卖牛啊。安尼啊。嘿啊，啊无你饲卖好啊，饲大家物件成本贵啊。啊你！你落伊甲你控制冷，啊你冷甜重，你爱过迄落啊？谁甲你控制冷？迄落算阮的联品厂，每一间的联品厂即阵啊，拢有咧控制冷。算讲你的冷量，算讲你即场的冷量，看要互你交偌济，啊你就是交偌济安尼。所以你觉得感觉是要扶持你们落农，但是现在又进口，哎、欸，对对对，到底是在害你们还是帮你们？等于无对阮无一个把无敢无对阮无迄落啊，无迄落对啊。看这来补助，看会当补助寡钱的袂啦？哦，对无？你看牛啊牛啊，阮都无迄落。伊安怎？你看牛条啦，看迄落哦，政府重视，阮这畜牧业嘛是有损失噶啦，茫讲无敢对落啦。嘿，风台内嘛是有诶，用到诶，迄落第二次分离嘛，往较歹。希望政府会当重视阮这落农户吼，啊，因为这嘛足辛苦诶，啊，逐工七早八早就开，啊暗暗嘛在休困吼，啊有当啊拄着啥，搁爱搁你要去佚佗，要去地佚佗伤久搁袂使，有当啊剩诶工课，有当啊形容即只牛仔闹，你出去爱搁赶紧赶倒来，吼、啊，所以希望政府重视阮吼。哦，阮的下一代会想讲，该感觉饲牛啊，该轻松啊，该想要来饲无？到阮这代有当啊，阮的下一代就无想要饲啊。我有食到一支的哦，算讲我要食的草莓，结果我甲买来食，有够清的啊，无像阮的遐浓啊。你讲对一个，我无爱讲品牌啊，敢讲歹势。牛粪可以做很多处理，对不对？对啊，它现在处理变成肥料啊，肥料就可以给比较便宜的卖给农民。嗯，去耕种 是不是一种循环？对，好的循环。对。可是政府就说啊，你去找哪个单位去找哪个单位？怎么这样？这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对。就以前还有省政府的时候，这些都是省政府帮忙的啊。现在如果变成省废掉了哦，好像说。那些东西都是中央的东西，他就我们小单位人家就不理了。所以你们跟中央讲，中央说，你们去找云林县政府。对啊。那云林县政府现在说没有钱。啊，没有钱。没有钱可以补助啊。这肯定是都没屋顶啊。这边。对啊，那我们这边是一定要密闭的啊。我们不密闭是不行的、啊。是。因为你在弄干了，它。雨来了，那我们就又要重来。嗯，那这个重来，这不是一吨两吨了，这是几百吨了。一条它是有两三百吨。这个出去之后要做什么用？要把它做，它发酵好的时候要变成堆肥。嗯，堆肥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农粮署哈，他们都有在做农民，就是补助给他们、下到田里面当成堆肥、作物就会长得比较好。它这个弄起来的话要不少钱了、那我们也是希望它能够补助给我们，其实我们也没有说它一定是它不，有时候不一定是全额啦，但是他们能够给我们补助一半也是 OK 啊。那个修要多少钱？大概这个修起来可能要三四百万跑不掉。这个就是有机肥啦。对啊，这个就是观众的随身栽培啊。这全部都是。对啊。哇，里面还有草呢。对啊，就是牛的那个、牛的，它、这个白白的那个就是菌。哦，白白是菌啊、哦。对，那个是微生物菌。哦。那个是我们再把它加下去，然后让它能够让植物能够更蚯蚓会钻吗？哦，那最喜欢这个地方。蚯蚓最喜欢这个。对啊。哦。你比较年轻了，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就知道。因为我曾经看过堆肥场种了一个园艺，好漂亮。那很漂亮。所以。然后植物长得非常的好。那政府就是要补助有循环的东西嘛。对。对农作物有减碳有对要减碳算进去它的碳它算它下去就是增加我们土里面的碳源哦，所以它变成是一个节能减碳，我们农业的废弃物循环，其实包括森林，包括这个木材，他们现在打碎之后，就是变成再生能源嘛。这是纯便粪便，纯牛的。那我们有那一种大的机器，在帮这个。
这个农民直接一次六吨，然后大概十几分钟就下完了。所以我们这么认真做，我们当然希望政府能够支持我们啦。啊，不好做，因为啊，土地都就粪便处理的，怎么会好做？大家辛苦。政府在这个整个不同的行业类别的这个待遇是落差很大的。譬如说如果今天他讲说他的政策就是要做光电板，你看光电板会有多少的预算，而且对不对，审核相当快速，是。然后呢，你大家想想看，只要是政府要推的，是譬如说什么这个安全防护网，或者说他要做这个长照的这个计划，每一笔都是大钱，甚至是像小英总统的8800亿，对不对？这些钱都非常数字非常的大，但是原先基础上面的东西如果受损了，对，其实是直接影响民生的。对，就是说今天最基本的东西其实它是最需要顾的，对，尤其对，要赶快，是。那你这个如果基本的都不好，你有办法再往上加分吗？对，是不是？对。那所以呢，对于以前来讲，就是说我们在农业上面的任何一个损失，中央都是无条件的赶快去处理，让这些人可以好好的把它安顿好，那重新再来。因为在台湾它必须要有一定的农业的比例嘛，它要让我们的农业的这个生存可以持续永久。那这些我们如果我刚开始我就在提，就是说有关于战备的这些概念嘛，粮食的安全，是没错，这些都是。那它为什么要有一定量，就说当我们现在都遇到了嘛，就是在台湾的周遭被围一圈的状况，围了十几个小时，大家可能感受还很不是很深，是不是？但是呢，你知道台湾是一个进出口非常频繁的国家，对，那这个我们在这个岛内如果呢被围了一天两天三天，那我们的食物有没有问题？那各方面的这些这个营运出现问题的时候，最基本我们至少要能有吃的吧？对，对不对？那吃的这些东西，台湾的这些我们以前在谈的国土计划，为了要保存多少农地，花了多少的心思，到现在还搞不定。结果我们这些不论是酪农业也好，我们这些养殖业，那各方面只要跟农产品相关的这些行业类别，你不需要大力去扶植它吗？是不是？所以这些金钱对这中央来讲应该是至关重要，你还在那边分什么类别什么类别可以补偿不能补偿，这我觉得这是胡扯，而且是荒唐极了。我觉得政府不应该去这样子影响我们的农业，而是极力的要去保护我们的农业才对。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防晒乳我选 KIS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抓藻植萃，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 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擦起来清爽不黏腻。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你呢？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IS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